好，想体验吗？它的感应器是要怎么传回电脑？是哦，那个是感应器。然后你说我们这个相机追踪的，对，我们 HTC 之前是做 VR 嘛，对，那我们现在把 VR 这个位置追踪的这个技术，把它用在这个拍片上面，所以看到相机上面有装一个像王冠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以前在做 VR 追踪的 tracking 技术。它是有内建电池吗？还是就要这样子一个 package？ 内建电，我们是透过 POE 用网路线供电，它顺便传输资料。对 ，OK。那有需要用到这一台是不是？要，对，这其实也是一台工业用电脑，但是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整在这边。OK， 就不管是相机的追踪讯号，是记录在这边吗？还是除了记录之外，我们这边也有做一些优化处理。对，好，我们清一下这些。跳，我会说一二三跳，麻烦你帮我往上跳哦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一二三跳。现在屋顶了，现在屋顶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跳回来哦。好，然后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回去喽。一二三跳。小碟子可以。还要一样一样。谢谢，来打一个，那可以免得教育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